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Eli Crypto。如果你是订阅者，我会要求你点击那个按钮；如果你不是，我会要求你点击订阅底部。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只是先自曝，这篇评论不是给你独自的特别建议。我们所以做的只是介绍最近加入实生的项目，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正在评论一种叫做 Smart Coin。Smart Coin 是 Avalanche 的多决单上链农业协议，具有创新的几个，是代币聚雪系统和100%公平发布。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那些喜欢寻找高并正确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提供安全、稳定以和有利可图的体验。他们每天第一大量主对其自己和政治设置治理的形式，向社区分发不断增加的 Smart Coin。 他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彻底打破去中心化金融，在现代社会是一个比较松硬的概念。在这个系统中，经济将目去信任合同和人类心理多在实验，然后呢是共同开始开发的自在主义为领域的多种为名字。然后呢为此 Smart Coin 是一个多决定项目，该平台的代币精确投资策略和核心之际，然后呢会从一个决定到另一个决定记住演变，每次迭代都会增速经济利润日理希望。然后呢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编排批出，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在这里，然后在这里。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路线图，然后我们看看他们的他们的编排批出代币经济学，然后呢他们的 Twitter 和 Telegram。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 token 在 CoinMarketCap， 在 CoinMarketCap 我们看看它的等级是0.00985。它在 Avalanche 在这里是他们的网站。然后呢在第二个小时我们看看是61没事吧。然后呢在这里我们看看他们不错的，然后有很多人买他们的 token。 然后呢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代币经济学，所有分派在这里他们的代币经济学。我们看看略动在这里他们有分派 smarter 表示有 smart 系统分派模型，所有代币经根据感性的发行率按固定比例分派，这意味着团队资金和的分派速度有我们的能上的协同。然后呢在这里我们看看他们的流动性提供值50%，然后呢他们的智能资金20%，然后呢他们的开发团队20%，然后呢第四个他们的未来投资资金是10%。现在我们看他们的Twitter， 他们有20000人是没错的。然后在他们的 Telegram， 我们看看他们有十二
Tian Ren， 每次我的一。现在在他们的路线图，我们看看在的2021年第三决地，具有不是即时技能会Smart and MasterChef 第一，决定 Website 网站，然后呢 Twitter， 然后呢启动。叔叔代笔我上市正式，然后呢在2021第四决定是熟悉营销促销广告和猎豹，然后呢他们的11月会计脸上图皮的第四个视频，然后呢在 CoinGecko CoinMarketCap， 我们看看在 CoinMarketCap。OK， so 现在你们，我觉得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希望下次见到你，别忘了关注他们的电报和 Twitter， 还有我们的，希望你喜欢这个评论，照顾好自己。